你的爸爸更棒，你们的爸爸更棒，超级有爱心的。嗯，那儿子真的很有艺术天分，谢谢，真的。对，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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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斌。刚才就是那个小朋友，你知道小小朋友，说咱们节目弱智。就是他吗？哎，就是他。那你待会多买几副哦。来来来，好不好？我想问问你哈，你刚才那个在我们在台上走秀的时候，你说那个节目做的是怎么样的？不知道吧？不知道了，不敢说了。没事儿，实话实说嘛。哎，人家背地里头说，你干嘛逼他在台前说啊？人家有修养的嘛，是不是？特别乖的一个孩子，对呀、啊，而且他非常聪明。对呀、啊，谢谢，谢谢，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八号作品，也是由非常有名的艺术家何文爵先生跟几位可爱的小朋友一起合作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作，非常特殊的画风，哎，非常可爱。嗯，但是色彩呢很艳丽，非常适合在我们小朋友的房间对摆放。而且挂在客厅里边的这个也会提亮，是同样我们每一个画作的背后都有我们艺术家的签名。那我们同样是5000元起价吗？好，可以。有没有人要出比5000元更高的价钱？那英姐，你直接给50000啊？直接50000呐、啊？对，哄抬物价呀。哄抬里边有那英姐的小朋友吗？有吗？有吗？啊，不管了，不管了，一会儿再告诉你。啊，30000啊。我看错，对不起，我看错了，我看错了，三万元。现在这个作品呢，何文爵老师、何老师和孩子们共同创作的这个作品呢，是30000元的价格。30000元，有没有朋友出高于30000元这个价格的？有没有？40000，谢谢小飞。你要骂他吗？没有，我就跟他使了一个眼色，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他就举手了。他大概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画风，什么样的那个艺术家吧。哦、汪总，你真听话，你真乖。好，现在呢，小飞是出到了40000元，45000。那英姐出到了45000，这张画作呢是45000的价格，45000的价格。是由何老师和孩子们共同创作的，45000的价格，有没有朋友出高于45000这个价格的？50000，小飞那是出到50000。哎，我看到娜姐在瞪我老公了。我已经看到娜姐那个表情了，你知道吗？她冲你飞那个眼睛，完了说的你的那俩字儿，我都能说出来，你知道吗？小样儿。又来是不是想样？那英姐50000了，现在有没有朋友出高于50000元这个价格的？6万，谢谢，六万元，谢谢。现在场上价格是6万元，我们何老师和孩子们共同创作的画作是6万元，有没有朋友愿意出高于6万元这个价格的？有没有？六万元，有没有？有没有？六万元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要出更高？7万！哎，我被指了，我被威胁了。不是，那英姐，我至死，我该死。不是，但人家举手了，我不能不让他举手啊！而且他们家的事儿我也管不了。啊，7万元了！现在这张画作呢是7万元了，七万元。是何老师和竹竹点点，这个是 Sophia 跟 Cosy。 哎，75000，这个对，那英姐你太懂了，这是玩的是心理战术，我知道了。75000，现在是75000元的这个价格，75000元的价格，何老师的这个画作现在是75000元的价格，有没有朋友出高于75000元的？有没有？高于75000元的？有没有某位帅气英挺出类拔萃的男士愿意出高于这个价钱的？75000元。75000元。有吗？这位男士非常的有爱心，愿意付出更高的价钱，有这位人吗？有没有这位先生？8万！你看，小飞，
你把那英姐气走了啊，怎么办呢？就你赶快去劝劝她，晚上请她吃饭呗。没有，晚上请他喝酒。对，喝个酒完了，但是我们自己留了一个好作品。对，因为重点是呢，我跟我老公没孩子，所以我们参与的不像你们那么多，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这个活动上也能有更多的付出。不会不会，你们参与的已经很多了，给我们一个机会。尤其是这个西元小姐是自费从台湾飞过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而且是放弃了很多的商务的工作，所以大家能不能再次给他们汪小菲家庭掌声，感谢他们。谢谢谢谢谢谢元，谢谢小飞，谢谢二元，一次二元，两次8万元，成交，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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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汪小菲先生到台上来。那个大家啊，抓住这个机会啊，一个幸福家庭拿着一张这么幸福的画作，大家拍照留念，先拍照留念，快快躲开，快躲开！好，请何老师来上台，我们再有一个交接的仪式，好不好？何老师，何老师，何老师，快快快！何老师在哪儿？啊，在哪儿？在哪儿？哦，何老师，来来来来来。